秋瓷玄，听到这个名字想必大家都知道，她是唯一让国人不反感的韩国女星。秋瓷玄婚后不管是演艺事业还是婚姻生活都很令人羡慕，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。秋瓷玄在韩国演艺圈素有白雪公主之美称，主演过多部影视大片，并在中国内地主演央视古龙大戏获好评，人气飙升，代表作品有电视剧《回家的诱惑》、《楚留香传奇》、《恋香》等。近日秋瓷玄五张素颜照大曝光，秋瓷玄的素颜照跟节目上的秋瓷玄除了脸有点油、肤色有点暗沉蜡黄外几乎没有差呀，而且还有点撞脸张天爱了，素颜都这么美。秋瓷玄出席活动时的妆容还是很精致的，加上本来长得不错的五官，显得秋瓷玄更加优雅大气。在机场街拍的秋瓷玄整体造型还是蛮不错的，简约随性的迷彩衬衫内搭灰色 T 恤，展现简约大方的风格，难怪于晓光非得把你娶回家。秋瓷玄与于晓光的恋爱十分低调，被曝光后遭到很多质疑，被误认为炒作，其实二人在一起是真的很搭。秋瓷玄参加真人秀，在真人秀中表现得很好，她是能干，与婆婆关系处理得也很好，这样的女人真的很难找。都说爱情不分国籍，无关年龄，遇到对的人就在一起，祝福他们二人一直幸福下去吧。